哎，有 click 吗？再慢一点。嗯，这多少？快喽。这多少？128。你说这首速度是128吗？刚才那个应该要再慢一点，124好了。啊，用这个试试看。好，那我们先大家试一次哦。来喽。对，这直接就热烈的二三。慢慢，其实你的麦没有声音，有了一点点。没，没有 hear back， 完全没有。完全没有。这样有吗？完全没有。恭维。只有台上 monitor。连令强哥的也没有，令强哥是从出来以后被别的麦收进来的。有贝姐可以请打一下鼓吗？我确定一下里面有没有声音。有啊，鼓要再大声一点。哦，鼓有啦，但是它送的比较小，你要转多一点。好，鼓调一下。没亮。没有，它那没亮比较紧。A B 用。A B 用。有有有。用 N D 麦唱吗？那我这次给你唱。不行不行，那我这次没有唱。也没有。令强哥的声音是从那个喇叭出来以后被别的麦收进来的。那曼琪姐，你要不要先过来这边唱？这次给你。好，那我们乐团先试一下前奏好不好？先试一下前奏。对，是前奏接主歌，前奏的力度可能会比刚，就是可能大家需要再满一点。然后木吉他，我不是很知道能不能再刷开，但是就是因为没有电吉他的情况下，就是可能还要再想尽办法让这一支里面有声音吗？有有，那我们用这个好了，让声量再大一点。好，我们先试一下前奏，请。嗯，啊，这好多了。这一支也有两七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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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好，我们先等那个和弦，大家可以吗？前奏都低吗？对。嘣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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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先不要弹那么复杂，我先弹，都弹低就可以。先把和弦记熟。那换一支麦，对不对？曼琪可以讲讲话吗？曼琪姐，喂，有事吗？有。三，噔噔噔，复活了！哇，好，那我们再一次吧。这个声音。来喽！折声音超大。对。五、六、七、八。主歌。
歌。高频的东西可以多一点吗？我觉得大家好像全部都挤在第一频。就是刚刚可能你们要做一些比较高的东西，因为刚刚整个都很低的嘣嘣嘣嘣的感觉。哦，中间其实有啊，中间我跟木吉他都在弹中间，你觉得很空吗？好，那我们再试一下。像刚刚一开始的那个噔噔的那个音啊，就比较不明显。好，我懂你的意思。Keyboard Two 高八度。那你前奏有弹吗？要不然就是换再亮一点的音色。我的声音在阿的，但两轨的阿的。哦，好。可以选一轨就好。Got it。好，好，那你，可以左一右，赞。好，那我们再试一次。好，我们再试一次。再试一次。Yeah。主歌和弦下的拍子吗？嗯，哦，我选对一下主歌和弦下的拍子。好，有一点都不太一样。好，那我们主歌就弹长音哈。五六七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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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好，
你是两拍就换对不对？嗯。哦，那要那要哦，那弹四拍好了。对，我觉得弹四拍比较 balance 一点。好，谢谢。那我们再走一次好了，再走一次。那我高音的这个副歌来进，然后主歌弹钢琴。来，那谢谢。二三 go。五六七，主歌。的时候，大家要看一下鼓手的手，跟他一起下，好吧 ？Ending 的那一拍，然后变节奏了。博轩那个，我在想啊，第二次在唱主歌的时候，你其实要不要放掉去弹一些旋律线？因为其实大家都有在说，噔噔噔，这个节奏都很强，其实。你如果跳去弹别的旋律 ，maybe 就是一个 layer。好，行 ，OK， 好，那试试看吧。好呀，那就前奏，再去主歌，然后进主歌，我们就走一次主歌试试看。好。就前奏来了，二三。五个六七八，花小莲坐在
OK， 我觉得你不用跳回去弹那个节奏的那三拍，这都不用跳回去，你不用跳回去，因为他们已经很足了。好好好 ，OK， 这样刚因为刚就音乐又更丰富一点。好 ，OK， 可以，谢谢。太好了，没有，我现在在抓主歌的拍点，因为是不是没有抢拍了？是不是？应该说和弦没有抢，但是你唱的好像会，你唱的没关系耶，你唱的应该会跟就是。我唱的是没关系，是不是？你要抢拍比较才比较有跳跃感觉，要不然会比较好啊。好，听起来并不会错置，没问题的。哦，好，那我们还有什么地方？这首我觉得 OK 啊。好啊，那就这样喽。嗯，那我们就下一首新歌 ，Next。新歌，嗯，令强哥，我是震动天地，震动天地。哒啦啦啦哒啦啦啦，这哎、欸，这应该才是第一首，对不对？对，嗯，哎、欸，那先走震动天地，好啊。